跟大家今天介绍这款新的12.7mm 的震爆枪。那内容物化就是一支枪跟一个弹夹，跟保养的油，跟耗材包，跟拆卸的工具。它使用的弹夹是这种可替换式的弹夹，它弹夹容量可以装12.7的10颗震爆弹。那它也有设计一层尾翼弹的造型，所以可以使用尾翼弹。那这款是减配版的，那减配版它本身的话是你用材质比较轻量化的。破版化它的设计话是枪身这边是采用一体式的铝合金 CNC 材质，搭配它加长的枪管，会比一般的减配版长度会差很多。那这把枪话本身的设计话，这边是保险，然后下面有战术鱼，跟上面也有战术是一体式的战术鱼。这款 Pro 版的话，它因为它的枪的设计会比较简洁一点，所以它空间的话可以使用 MMS 这款可用型枪套。接下来测试这把12.7的减配版的，都是红色，这边就是可以激发的，下面粉色。